记者同镇国南投报道，电梯是常发生灵异事件的热区之一。南投县埔里镇公所只有地下一楼，电梯的楼层显示液晶荧幕却出现 B2 字样，让出进电梯的民众狐疑这里哪来的地下二楼。公所则解释是电梯的显示面板故障，已通报厂商尽快修复，但正值农历七月，也让搭乘者心里感觉毛毛的。埔里镇公所办公大楼921灾后重建为地下一楼，地上四楼设置一座电梯供洽公或行动不便民众搭乘。虽然语音指示无误，但眼尖民众却发现楼层显示荧幕始终停在 B2， 尤其公所只有地下一楼，哪来的地下二楼呢？时值农历七月，让独自搭乘电梯的人感觉怪怪的，但也有人 QSO 这是一部永远到不了 B2 的电梯。公所则表示，电梯楼层显示荧幕的面板故障虽不影响整体安全，但还是通报厂商尽快修复，